接下来我们将请出下一组舞者，首先欢迎于书博。李博，李博的1.77米的个儿，但不代表李博能跳好舞，因为李博现在又碰到个问题，不但不会跳双人舞，他要准备上脚尖跳芭蕾。于书博的平衡力只有正常人的10%，但是我们又选择了一个托举，对托举舞来说，没有平衡，那就是毁灭。现在我最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因排练我的脚受伤，因为我节目里要立足间，我很担心在台上展示的时候这个伤势会影响到我整个的发挥。大家好，我叫于书博。大家好，我是李博。书博这一次重返舞台压力会很大，因为之前的那一支舞蹈让他受到了很多的争议。今天我和书博不是合作的双人舞，我们有各自的舞伴。我的舞伴是张傲月，有请傲月哥哥。我的舞伴是侯腾飞，有请侯腾飞。三位导师，我解释一下，为了公平起见，那个于书博跟谁做舞伴，那个舞伴都不太公平，所以我们把这一组设为两个帮帮跳，一个是我们上海歌剧舞剧院的首席侯腾飞，一个是我们的武林争霸的冠军傲月。谁先跳？你们两位。好，李博先跳。好，我们开始，谢谢。音乐起。的时候跳的是《茉莉花》，一支现代舞，没想到现在他选择了他从小学习的芭蕾舞。接下来我们请出下一组舞者。音乐起。Brilliant and bell
Crazy days, city lights, the way you'd play with me like a child.我们掌声也再次请出李博、腾飞。无论如何，请各位为皓月、为腾飞鼓掌，谢谢他们无私的奉献和今天的跨刀，谢谢你们。金星老师，这一次看完好像您的笑容要多一些。两位舞者都做出了非常出色的表现，因为从那个舒博整个身体情况和你的最中心的把握，能跳出这段双舞已经是奇迹了。再说这个大李博，古典舞演员出身是吧？我以前学过一些芭蕾。有多少年没立足间了？11年。对了，11年没有立足间，在短短的一个星期10天内再踩上足尖鞋跳舞，不是出难题了，给自己找麻烦了。我当初选择学舞蹈，就是因为足尖鞋，因为一些因素，我抛弃了足尖鞋，所以在这个复活营。我想让我和足尖鞋全都复活。好久没穿足尖鞋了，所以我和海清老师时时刻刻担心着。如果从专业老师来讲，我劝你别让你那个足尖鞋复活了。咱爹妈给那脚背真不帮忙，但整段舞蹈和侯腾飞的配合，我觉得还算完美。我选择李博。谢谢金星老师，海清老师。舒博，我一直在担心你的腿。我刚刚私下我也跟金星老师说了，我说舒博特别不容易，顶着各种各样的议论和压力，没有逃避，直接面对。这段舞蹈说实话不够完美，但是重要的是看到你这颗心在跳舞，而且皓月配合的非常好，很小心，很谨慎，怕触碰到他的那个伤，我真的看到了希望和感动。我选舒博。谢谢海清老师。郭富城老师，两种不同的舞蹈，我先评李博。今天他穿的叫做足尖鞋，其实我感觉一点都不像一个刚刚学的人，然后我觉得他很稳，跟腾飞配合得非常好，但是我觉得都是比较简单的动作，并不是最完美。我非常敬佩的是舒博，比起李博的在舞台上面的展示来得更真挚，来得难度更高，所以我今天我是给舒博的。谢谢郭富城老师。黄豆豆先生，作为梦想导师，您怎么看皓月和舒博？我觉得这一段的双人舞特别好，就是好在他抓住了舒博本身的这么一个状态，一个选手对于舞蹈的尊重和对自己那种愿望的追求的那种状态来讲，我觉得更体现了人的一种精神和人对舞蹈的态度。再说这一对，首先我要说侯腾飞，我觉得我非常的骄傲，因为你是我们团的演员。李博，我知道作为11年没有立脚尖，要在一个星期里面恢复有多难，我也特别感动。我觉得你的身材特别好，造型一摆特别漂亮，但是迈开步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点点不足了。尽管你穿上足尖鞋了，但是你没能把足尖鞋的魅力发挥到最好的状态，所以我觉得这一轮的一个评判我会更偏向于舒博。谢谢各位。
那么在汤俊老师做决定之前，李博，我们从你开始吧，有什么要跟大家说说的吗？其实我也不知道说什么。我就觉得我今天能在这个舞台上，我能再把足尖鞋穿起来，起码已经还了我一个愿望。现在不有个节目叫《舌尖上的中国》吗？那我就做足尖上的李博。谢谢你，李博，每一次你都会用这样的方式让我们深深的记住。舒博，有什么要跟大家说的？其实我想说，我现在的这支舞蹈就是我现在的生活。可能很多人认为它是一个讲爱情的故事，但其实奥月哥哥他对我的每一次拥抱、每一个眼神、每一次握手、每一次保护，都代表了我身边的每一个人。他让我站得更稳，站得更牢。所以我觉得我在这里特别满足，非常享受。谢谢大家。谢谢舒博，谢谢李博，当然也要谢谢腾飞，谢谢奥月，方俊先生。李舒博和奥月的舞蹈叫飞翔。其实于舒博我们交流过，上次在地面上，这次必须飞起来，做到了。感谢奥月，在一个丧失90%平衡能力的情况下，你可以做完这么多的托举，其实对我来说就是赌。因为这个节目上台以前我们一直在失败，那今天到最后非常成功。双人舞跳了很多，确确实实这是第一次有这么大难度。我告诉自己永远都是，就是把90%的精力都投入在对方的身上，那么这次我投入到120%，全部给他。谢谢奥运，谢谢你。李博是真服。李博的左脚脚腕其实肿得很大，他今天穿足尖鞋等于是放弃，因为我跟他建议过我们可不可以不用足尖鞋，他说我必须，这是我的梦想。其实像李博这样，他捡起了11年没有穿过的足尖鞋，我想今天他在台上诠释这支舞蹈对他来说是一种成果。因为在台下包括舒博也一样，他们所付出的努力坚持是我们所有人是意想不到的，所以我也想请在座的你们对台上的所有舞者多一份包容，多一份理解，多一份支持，多一份鼓励。谢谢。鼓掌就代表着赞赏，但是方俊先生必须做出判断。李博，你的中国好舞蹈的步伐到此为止，谢谢。谢谢李博。恭喜舒博第一轮获胜。李博、腾飞，请跟大家告别。带着脚伤，李博要忍痛和我们说再见了。我们看到了一个无比坚强的女孩，11年没有穿的足尖鞋是她的梦想，她把梦想穿在了脚上，也跳出了自己的魅力。